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な。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な。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ポリン然后啊，嗨，小姐们，有事吗，花轮同学？我想今天请你们到我家来玩，我有个人想介绍给你们认识。想介绍人给我们认识？其实这个人是我妈妈好朋友的孩子，最近到我家里来玩，但是他只有一个人，我想他一定会很寂寞的。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跟他做朋友啊？对，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事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儿，你说对吧，小玉？对不起啊，我今天还要去上钢琴课呢。啊，那真是太遗憾了。宁同学一个人来也行。嗯，好的。什么什么？你是要去花轮同学家吃好吃的东西吗？当然，也会准备好吃的点心。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一起来吧。太好了，我要大吃特吃。我们放学以后也没什么事。我也好想吃啊，不。可以的，但是可不能光来吃点心，重点是到我家里跟我的朋友做朋友。你好。欢迎欢迎，现在开始介绍喽，请大家注意了。Pola， 快点进来吧。哎，是个外国人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花轮同学？真是，对不起，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嘛。这么说起来，今天的点心也是从国外来的特别点心喽。你好，你好，我是冰冰，是班里最受欢迎的同学。嗯，请多多关照。不好意思 ，Pola， 他一句日语也听不懂，还是我来为大家做翻译吧。什么呀？这也应该早说的吧。啊，他说你好，请多多关照。哎，猪太郎，你也说点什么呀？怎么了，这家伙怎么脸变得这么红？在 Pola 住的国家，现在是暑假，他们的暑假有两个月呢。真好。各位同学，有什么特别想问 Pola 的吗？有 ，Pola 的眼睛是蓝色的，看出去的风景也是蓝色的吗？这个嘛，当然不可能了。喂，你要翻译给他听啊。嘿嘿，我能不能再添一块蛋糕呢？别急，蛋糕一会儿就会拿过来。殷同学，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Pola 的吗？诶，那个Pola， 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啊？喂，你可不可以问点更有趣的问题啊？突然让我问，我也想不出来啊。嗯，他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那么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呢？好无聊的问题呀，小英。你不是挺好的吗？他最喜欢吃的是香蕉。哎，小少爷，夫人来电话了。啊，妈妈的电话，失陪了，我要先去接一下电话。拜托大家要和 Pola 友好相处哦。没翻译了。没关系的，如果用心交流的话，心情是可以传递的。啊，喂，小英，你说点什么吧。哎，但是说了他也听不懂的。猪太郎，你也快说点什么吧。冰冰，你自己怎么不说点什么呀？哎，
我能说什么呀？你不是很会说那些笑话的吗？快说呀！才不说呢！要是说了他不笑的话，岂不是很丢脸？小山，你也不要只是一个劲儿的吃嘛。我想说点什么的不？那你就说呀。但是我还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不？你是想说我爱你对吗？你说什么？别说你呀、啊！别呀！说呀说呀说呀！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后来再往这边看，怎么办？就算他对我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啊。怎么办？我还是先吃口蛋糕吧。啊，好吃！好吃在英语里是怎么说来着？那个，非常好吃哦。不行，完全听不懂。那当然了。你看我还保护。今天谢谢大家，请大家下次再来我家玩。拜拜。我真是个没劲的人呢。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今天我到花轮同学家去玩了，他家里来了个外国小姑娘，我没能和她成为好朋友。哦，一个人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她一定感到很孤独吧？但是我又不懂外语，我要怎样才能和她成为好朋友呢？爷爷，你会说英语吗？确实会说一点点。真的？好厉害，我对爷爷刮目相看了。也没那么厉害呀。你来说一点点吧。好嘞，说了啊。 This is a pen。 什么意思啊？这是一支铅笔。那不是筷子吗？还会说别的吗？别的那个。真是没劲的爷爷。爸爸，教我英语吧。Hello, thank you, goodbye。就这几句啊，我本来就会，不就是你好、谢谢、再见，对吧？只要会说这几句就够了。为什么？只要适当的运用这三句话，不管怎么样都能混过去的。真是个靠不住的爸爸。说什么混过去？还是由我来教你吧。哎，难道说姐姐会说英语吗？只会一点点。教我吧，教我吧。Nice to meet you。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很高兴见到你的意思啊。这个不错。这句话秀叔曾经在电视里说过。Nice to meet you。秀叔。Nice。应该是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对了。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第二天，花轮同学，怎么啦，我的小姐？我今天可以到你家去见见 Pola 吗？哦，非常遗憾 ，Pola 她突然得了感冒。哎，如果传染给大家，这就不好了。所以你暂时不要去我家了。那好吧。在不熟悉的国家生病，他心里一定觉得很害怕吧。花轮同学，这个请你带给 Paula， 还要拜托你跟他说，祝他早日康复。啊，知道了，我一定会把你的祝福和心意传达给 Paula 的。那样的英语我可不会说呀。为什么你不会说啊？我说了，我只知道一句英文，就是 nice to meet you。 你还真是个什么用都没有的姐姐啊。哼，你们在吵什么呀？妈妈，你身体康复太好了，这句的英语怎么说呀？要不问问你爸爸。爸爸。Hello, thank you, goodbye。 还是算了吧。几天以后，英同学。什么事啊？我是来告诉你 Pola 的感冒好了，请你有空来我家玩。
真的吗？那今天就可以去你家吗？嗯，当然可以。Nice to meet you。Paula， 你身体康复太好了。小丸子，没想到你居然已经记住我的名字了。那个 nice to， 那个后面是什么来着？啊，完全想不起来了，怎么会这样？我明明练习了很久的。小丸子，小丸子，谢谢你送我的花。Paula，她为了向英同学表示感谢，这几天一直在非常努力地练习日语呢。这么说起来，Paula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呀。Nice to meet you， 说出来了。Nice to meet you， 是吧 ，Paula？ 哎呀，好像听不懂。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英同学，其实 Paula 她是法国人。Paula 是说法语的，所以她是听不懂英语的。法语说很高兴认识你，不是 Nice to meet you。用法语说应该是 Enchanté。小丸子一直以为凡是外国人就一定说英语，好不容易记住的英语也完全没有派上用场。怎么这样？小丸子，但是这样也挺不错的，对吧，波拉？小丸子，你已经吃饱了吗？好，小丸子，你是想要看电视，所以才吃得这么快的吧？不看今天的电视剧，明天在学校就没办法跟大家聊天了。真是的，你去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学校是小学生的社交场所。真拿你没办法。你在看我吗？是的。老头子，你就不能好好吃饭吗？对不起。哎呀，那个节目到底在哪个频道？小丸子，你这样使劲换频道，电视机会坏的。哎呀，你看，叫你不要使劲。哎呀，小丸子真是的。没关系的，就像这样直接放回去就好了。你看，修好了。看来这样不行啊！求求你想想办法吧，爸爸。广志，你一定要加油啊！奇怪了，我怎么知道该怎么修电视机呀？撕些碎纸塞进去怎么样啊？过去遇到打滑的时候，不都是用碎纸塞进去的吗？真的很有效，现在掉不下来了。电视剧已经结束了吧？明天的话题我是插不上话了。丸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对了，还有笑话特辑可以聊。好嘞，那么明天我就和同学说说这个吧。不可以，过会儿我一定要看秀叔的专访节目的。求求你，如果笑话特辑我都看不了的话。不行，作为秀叔的歌迷，不可以不看秀叔参加的专访节目。要看笑话特辑就看秀叔，要看笑话特辑就看秀叔。根本没有频道好看，还在为这个吵架。说的对呀，广志啊，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爸，你说的轻松，那你亲自来修啊？啊，要我来修？对。爷爷，你要加油哦！哦，被家人期待，不由得喜笑颜开，乐洋乐开怀，有脏乐呵呵的心之排句。好嘞，那就让我来看看。啊，好像有希望能修好啊！好，大功告成，电视修好了。结果还是不行啊。哎呀，怎么样啊？看来不行。这样啊，还是叫电器店的人来吧。电器店的。爸爸不是也没办法了吗？对呀，爸爸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修。嘿，你可不要小瞧我啊！我这次来真格的了，修电视这种事儿小菜一碟。怎么搞的？用钳子还是动不了啊！快住手！爷爷来了，爸爸，小心危险，爸爸。没关系的。不是说了吗？交给我来修。爸爸，万一触电了怎么办呢？不会的，不懂的人不要在那胡说八道。什么？我只不过是担心你们。交给电器店的人不是挺好吗？哼，就这么点小事儿，还要叫电器店的人过来，那我还算是个男人吗？广志要这种面子，真是毫无意义。啊，就这样，怎么样？啊？我说爸爸，像你这样子敲不要紧吗？不是反而会把电视弄坏吧？哦，就这样把电视机敲坏了，电器店的人就能马上来修，这样也不错。怎么样了？电器店的人说马上会来吗？说是很忙，今天晚上好像来不了了。来不了了吗？什么时候可以来啊？最快也要明天才能来。明天再来也太晚了吧？对呀，今天晚上可是关键呢。那难道是秀叔？别这样，眼睛会弄坏的。至少这样，我就可以听到秀叔的声音了。哦，这不是棒球比赛吗？频道和频道好像都混在一起了，是不是啊，妈妈？对呀。既能看到秀树，也能看到棒球。哦，是不是秀树在打棒球啊？不许胡说！好可怕呀！算了算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却把电视机弄坏了？不是我弄坏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如果今天我看不了他的专访，那全都要怪你。好可怕！真是的，小叔，我的笨蛋妹妹把电视机弄坏了。真是的。好了，大家都不要去碰电视机了，因为这个电视机太旧了吧。哦，就是，不如就趁这个机会给家里换一台新的电视机好了。对呀，如果要买新的电视机，电器店的人一定很快就会来。哎，就是啊，就是啊。不行，切，我早就知道妈妈是个小气鬼了。哎呀，不要说出来嘛。啊，今晚的笑话特辑也看不成了，秀叔的节目也快结束了吧？你们两个人还是快去做作业吧。好了，快点去吧。对不起，秀叔，今晚没能看你表演。没关系的，下次再支持我。杏子，我的爱，晚安。不能看电视，时间过得还真有点慢呢。啊，太无聊了。我们家变得安静，外面的声音就特别清楚。讨厌。
文阿姨家是在看笑话特辑呢。早知道就不做没用的努力了，从一开始就去高文阿姨家看电视不就好了吗？啊，我真是笨呢。爸，你能看出什么来吗？把眼睛眯起来，使劲看，感觉好像能看到什么。真是辛苦你了。哎，别浪费电费了，把它关了吧。小气鬼！不早了，我先去洗个澡。我眯眼，我再眯眼。从今以后，我不会变成你的一块绊脚石。多希望你能把我留在身边。唱得好，小丸子。爸爸，轮到你了。我宁愿死，也不愿意与你分离。我是你的女人。妈妈，妈妈。嗯？哎呀，作业已经做完了吗？做完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玩扑克牌吧。嗯，等爸爸和小丸子洗完澡，全家一起来玩吧。好啊，那我再准备些点心。嗯。啊！你真狡猾呀，爸爸。小丸子最后一名。因为电视机坏了，英家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不过偶尔有这样的夜晚也不错。幸好只是偶尔。哎呀，不知为什么美环同学突然变得很消沉，我真想把我现在的快乐心情分一点给他。看呐看呐，这双鞋太可爱了，虽然是姐姐穿旧的，但我还是很喜欢。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新娘的捧花和小丸子营救鞋，敬请期待哟。